你就是故意要刁难我是吧？我不是没有呢，我怎么会刁难你呢？我对你那么好。老公，我想吃东西啊。你要吃什么？我饿了。那有水果。你去他们那个袁成杰家里面拿一点吃给我吧。那个饼我们这儿有。没有，我刚才好像看见他有小吃的嘛。没有。啊，你去拿给我吗？人家饿又不是你饿。哎呦我天！你不爱我了？我爱你。你爱我去拿吗？但你这样，你这样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变大了！真的打他！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就算怎么打我，都那么爱你的。老公，你去吧。老公，你这不是太什么？你不爱我了？我爱你。你也爱我，你快点去帮我拿一些吃的。你说话就说好吗？你干嘛这样撞来撞去？哦，好好说话，好好说话。我好好说话。你啊，这是什么？好好脱衣服吗？你啊，这样是什么？不好啊。你而且你说话，你这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？我要告诉你，我喜欢马，我喜欢马。我也告诉你，我不喜欢马。你爱不爱我哟？我好想你，你就这个干嘛？哎呀，你这样子太粗布了，我不喜欢。你现在要干嘛？你要什么？我饿了，你问问他们两个有什么好吃的，快点！哎呀，你的屁股很翘啊！哎呀，你的屁股很翘啊！这是哪儿来的效果呀？哪有什么效果，我就是我嘛。发家的太顺了。还要什么？一次说完。等我想一下哈。你表情可不可以不要扭来扭去的？你是不是这样啊？我没有这样子啊。你肩膀不要这样好吗？你不累吗？你是为了做运动吗？我不是，我是在想我要什么呀，孩子。他们俩这个，哎呀，我们没有这么腻吧？你不如现在查吧，好不好？哎呦我的天！我看着这个，我平时不是这样的。你是这样的，你们俩是这样的。我们俩是这样的吗？